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 Amber， 今天要在学期最后一天跟大家分享暑假一系列好玩有趣的课程内容。首先跟大家介绍趋势讲座，特别关注在新媒体、新科技、新创业三个领域，为大家安排了各领域里面目前业界十分厉害的老师、讲师来跟大家分享目前这些领域里面的趋势，以及他们自己在这领域里面有一些个人的经验。会有老师分享的时间，以及各位同学可以 Q&A 的时间。这个讲座是在 Instagram 上面用直播的方式对外开放进行，欢迎大家热烈参与，一起在7月4号，就是过几天的下午3点，一起来参与这样的讲座内容。第二个是新媒体领域里面，我们开了4门专业课程，邀请到业界讲师为大家手把手的教学，让大家从不会到会，或者是让大家的兴趣真的能够变成作品。我们也会为大家举办成果发表会，让专业的评审提供你们意见，也会让你们的作品曝光在媒体平台上面，最后更会有实质的奖品鼓励，也会让大家可以丰富学习历程档案，可以上传内容。在新创业领域，我们会开设1门课程，让大家有创业体验。所以若是你对创业有兴趣，或者是不一定是创业，你可能对于想要学习思想力、管理力，从发掘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你可以来体验新创业的课程。最后在新科技的领域，我们开设了3门课程，会有不同的程度的教学，所以不用担心自己对科技领域的程度是熟悉或不熟悉，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科技类别的课程。老师也会帮助大家从不会到会，从没有到有，直接把你的作品生出来。最后在8月的时候会有成果发表会，所以总共是4加1堂的课程，欢迎大家一同来体验。除了7月的课程之外，我们也会在8月有更进阶的课程内容。这个计划是我们学校与业界 The Stage 合作的课程，所以说他们对外是要收费的，但是三民高中的学生可以完全免费参加所有课程，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各个不同的领域，他在不同的时间开课，大家可以参与1个以上的领域没有问题，可以针对有兴趣的或者是你想要了解的领域来报名上课，国高中生都可以参加，有任何问题可以欢迎询问我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暑假。